事情呢？等一下就来啊。我去一下厕所。你好吗？我先躺着休息一下。拜托，光看你这边脏不脏？不要动了！装什么装啊？我想要找一个包厢。可以啊，你要订哪一间？我是新闻上的那个女生，我想要找我发生事情的那个包厢。我想问你一些事，我想问你我之前在学校发生的事。真想知道。对。换个地方说，不能在这里说就好吗？我约李思前，一起讲比较快。走啊！哎，我可以自己走就好。你记得是哪一间吗？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再找找吧。事情呢？等一下就来啊，先喝饮料吧。哦。怎么了？哦，没有，我看一下时间。选一部你喜欢的电影，要打电话，快点。我去一下厕所。休息一下。臭婊子！你那么爱拍是不是？叫车啊！